但说实话，你想想看，他把这个底料从坐飞机很辛苦。对啊，等一下，不是这不是这边的海底捞那个。他从中国带来的、这边，他从中国带过来的，飞过来的那种。你吃火锅，我吃火锅底料。先问一下有奖金，为什么没有我？就最近一次吃饭吃东西是什么时候？好烂的问题啊！怎么这么烂了、啊？太烂了！很烂这个，你知道这个吗？我自己都被吓到。对对对，你想上一次吃火锅什么时候？很近啊！哎，你综艺感枯竭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回事 ？Oh my god！ 你也有这一天啊？冰川时代，冰川时代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掉入谷底，你真的我都不想回答你。好，那我再问连着一题，让我再想一想。哎，我真的，我吓死，我吓死。你最近瘦了多少？哇，好烂哦！哇，你回答我。最近瘦了大概5公斤。为什么会瘦那么多？来德国还开心吗？你还好吗？还蛮开心的。那今天玩了哪些项目呢？不，对不起。